B3 봐. 뭐야 先用人工在上面选出刺果，就是烂的呀，然后皮厚的呀，然后再来分大和小。 这次果子大概是4000斤，所以整个园子今年应该就是1万斤果子了。 大家看一下这次的大果比较少，这种大果其实都是我们说的鸡蛋大小的这种，然后这批果的品相还可以，除了它的皮有点斑点，其实都是皮不是特别厚，不多，就5筐。这次主要是以中果为主，所以到晚上的话，中果还能发出一点。 在同样的视频里面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挂链接的，因为我们当时说过嘛，就是把想买的朋友都集中在了这个抖音的粉丝群里面，这样做的话是让想买的人能有个准确的地方去买，如果在头条的话是很多人是找不到的这样。给大家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的小果子。 小果子是要我的拇指比较粗哦，是比我的拇指还要粗的，应该要几个手指，反正其实这种小果子反而是比较好的，就是一口就一个，那这个价格的话，相对来讲的话，可能很多朋友能够承受了，那好像也不多，对，是吧？也是不多，就是看视频的时候可能都是抢不到，但也。 但是把我们把这美好的遗憾留到明年，明年云姐一定把这个金桔做好，那所有的朋友都能拍得到，颜色也挺好的啊。看到吗？这一筐都是刺果，那所谓的刺果呢，就是这个皮呀，皮起皱了，但它没有什么别的问题的，就是皮。 就是这个很厚，对，这个皮比较厚，但它里面的果肉哦，来，我拿个最皱的给大家看一下。那就皮来讲的话，稍微厚一点，但是里面的肉是一样的，跟蜜一样的甜，非常好吃。嗯，其他是一模一样的。那这片刺果呢，一样，按照之前的那个价钱给大家。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人都说，你为什么不把果子涨涨价呢？是吧？卖的太便宜了，然后前面市面上多贵呀！但我觉得说不了，三批果子还是按照一样的价格给大家，所以能抢到的朋友，希望你这个好运气一直能够维系着。大家看一下，还有一个问题，跟大家讲一讲。 就是刺果，我是不分大中小的，就是全部混在一起。有大有小，就是对，有就是有大有小的，就是皮不漂亮，大家记得刺果就自己去吃，或者是你拿来熬这个金桔蜜饯，这个是非常好的。你看这种大中小，我就都不挑啊，反正我就不挑了，大家就是这个。 咱们就看随机，随机的大大小小，然后都在一起。我跟大家讲，其实这款果子最好吃，看到没有？这款果子其实最好吃，穿黄了，但是因为下雨嘛，爆了，这个就爆了。爆的原因就是皮很薄啊，看。
很漂亮的这款果子哦。这把果子就自己吃了，最甜就这个了。哦，今天自己吃了。欢迎。一嘴巴都是。他先知道 吃水果 要洗一洗。剥皮啊。剥皮。他们说剥皮了。剥皮。还会耐心的等着依依给他剥皮呢。你上次那刚才那一锅妈洗了那两锅。嗯，混骨子吃的，那么大口，吃，不吃那么大口，这是不能吃的，吃慢一点，当然是会影响口感，这个要洗啊，要洗的吧，要洗的，你不吃了，不是给我，那跟阿姨去洗，来，走，在这里，中午人多，在家里面我没空煮饭。所以放在三叔家里面，让三叔来做饭，简单的吃完，然后跟谁给大家打包。哎，忍住。会有干货的呀。要睡觉了的。快来，再吃一口。来，今天中午没办法吃了，只能喂他了。吃汤圆，快来！妈妈，冲啊！开始打包了，然后老邵会给每个人安排具体的工作，这样就不乱。高高那我们家呢，今年的果园将近10000斤果，到现在已经几乎都售完了。非常感谢那些支持云姐的朋友们。我也知道有很多朋友呢，在收到果子的时候呢，会有一点不满意，大家都包含了，很感谢，很感谢。啊，我想说的是，我们俩夫妻呢，会这个认真的把这个果子种好，催眠金桔，我们明年再见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催眠金桔拜拜，明天我们还要见哦。